可是学生嘛，我去做学生都要刷牙同埋洗面噶。在我刷牙洗面的时候，妈妈就煮紧早餐啦。早餐而家要换校服啦，提子哥哥过嚟换校服啦。妈咪，我而家自己识得换校服啦，你我自己试下啦。好啊。成功！我可惜自己着衫啦，要戴埋手巾仔啊，将条手巾仔对住。又按一按再对折，在学校洗完手就可以用手巾仔来抹手啦。还有水壶啊，再买对鞋先，哥哥好科学。这里有两条带，它们黏在一起可以变雀仔这样飞的，这边是左，这边就是右，如果他们调转左摆，飞不飞到的？飞不到的啦。这摆就啱啦，飞呀飞，飞呀飞。自己书包自己孭，好啦，爸爸妹妹。放学回来啦，放学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哥哥今天翻学唱歌、跳舞、玩游戏。如果你想看多啲我哋嘅开心片段，就记得订阅好我哋嘅频道啦！拜拜，大家，拜。